你好，我最近刚搬家，<是>想要办新的网络，那请问有什么方案可以推荐吗？那目前的话，我们公司这边有针对双十一的优惠活动，对，迎战一年一度双十一大档，中家宽屏推出了全速率方案爆杀优惠，不论是单办宽屏或是需要上网结合有线电视的服务，消费者都可依照个人需求来选择。 优惠期间，申办都搭配四 K 智慧机上核，可轻松用电视机看 YouTube 等影音，或使用智慧家庭服务。全速率爆杀优惠限时五天，消费者不妨把握这热门的双十一大档。 啊，从十一月八号开始起跑，为期五天的双十一优惠案呢，申办一居光纤上网搭配有线电视，一个月月付千元有找。那如果是单办宽屏的客户，一百二十枚月付只要三九九，相当于打了五七折之多。那我们还会额外赠送像是 Discovery 国家地理频道等三十五个非常优质的频道，让申办者可以免费的收看。那有一些人在家中有这个收讯死角的一些困扰，我们也推出了每个月。 只要几十块钱的铜板价，就可以把市价几千元的 Mesh 机器给带回家。那除了新客户之外，也非常欢迎老客户可以来电了解续约的优惠。看准消费者的上网需求，结合双十一的买气，宽频业者推出给消费者物超所值的优惠，也预期双十一大档将带动业绩成长。 这个疫情以来呢，呃，整个数位生活的带动哦，让家用宽屏也成为了一个民生必需品。不管是上班族居家远距的上班，或者是呃学生族群们在家中学习，乃至于呃减少了出门之后呢，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家有这个上网的行为，或是追剧，甚至于购物都需要利用网络来完成。所以我们预期在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期间，我们整个的业绩动能大概会是平常时候的两到三。 倍之多，秉持顾客导向的理念，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优惠。中加宽屏也借由双十一大档回馈广大用户的支持与期待。记者陈淑平，台北报道。